同学们，今天我们来学易学第14单元读故事学词语，课文掩耳盗铃的生字。拔，拔的笔画是八画，部首是提手旁。拔腿就跑，拔腿就跑的意思是迈开脚步快跑。 Take to one's heels or to begin to run away. 床，床的笔画是十二画，部首是口字旁。喘口气，喘口气呢的意思是短暂休息一下， catch a breath。 塞，塞呢也可以读成塞或者是塞。塞的笔画是13画，部首是宝盖头。塞住，塞住呢的意思是堵住，填满空间， block。 塞，塞的意思是堵住，比如塞住、塞车。塞也可以读成塞，塞的意思是边界上险要的地方，比如说关塞、边塞。塞翁失马呢是比喻坏事也可能变为好事。塞，塞呢的意思也是堵住、堵塞、堵阻塞。阻，阻的笔画是七画，部首是左耳旁。阻止，阻止的意思是阻拦、使停止， prevent or stop。 傻，笔画是13画，部首是单人旁。傻事，傻事呢是指做一些愚蠢的事， do something awkward or stupid。 饭，饭呢的笔画是五花，部首是反犬旁。饭的意思是做醋多子呢违法的或不该做的事情， commit， 比如说犯错、犯法。物，物的笔画是九花，部首是言字旁。错误，错误呢是指不正确的行为、认识等， error or mistake。 错误的反义词是正确，这是错误的坐姿，而这是正确的坐姿。词语搭配，错误行为，犯错误，改正错误。踢，踢的笔画是十二花，部首是欠字旁。自欺欺人，自欺欺人呢是指欺骗自己也欺骗别人，只用连自己都不相信的东西来欺骗别人。自欺欺人的同义词是掩耳盗铃。来，我们读一读今天所学的生字。拔腿就跑，塞住，喘口气，
阻止。傻事，错误。自欺欺人，犯。好，做完生字之后呢，我们来做一做词语填充。我提水五楼时，需在每一层楼梯的平台处停下来。爸爸讲了我小时候做的一件，我们都捧腹大笑。小偷看见警察来了，便以免被逮住。虽然下着毛毛雨，但是不了林叔叔去菜园收割蔬菜。老师要我们诚实待人待己，千万不能。我们要从中吸取教训，避免以后再犯同样的错误。每逢下雨天，奶奶的风湿病就了。邻居燃饭爆竹时，我用棉花我的耳朵。好，同学们记得准时完成你的功课哦。拜拜。